现在就在东方体育中心的内场，这里也是本届篮球世界杯上海赛区。盛况空前的2079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圆满落幕。2017斯柯达环法上海巅峰赛呢，在世博园中华艺术宫开赛。2079又是延续了自己的冠军，完成了双冠。 诺贝尔化学奖的得主阿达，世界是在国家战略的伟大旗帜下，重温浦东开发开放走过的历程。